他网脚跑得快。天，妈呀，乞丐来了。今天外头呢虽然有点太阳，但是温度还是特别低，太冷了，空调打开，顾不上省钱了。冷不冷？耶，做米饭，等我姑娘起来把这个菜洗一洗，我洗洗的切白菜，把前面这个头子给削一下，一片是不是苦一点的菜，它对身体好一点，就像苦瓜都是可以入药的。电厂坏了，给狗当狗窝了。来打，走，走，嘿嘿，大粑粑。下楼 ，Let's go， 走。不吃，你们溜回来的就省吃了，我要搞我们的饭了。你自己干的呀，赶紧的吧。煎饺子皮。现在是人赃俱获，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？我现在我就教点问题，那也得看你。豆干炒辣椒，炒肉。我前任判了无期，炒肉我当时不敢拿，他就请我喝酒，我喝多了，他就炒儿菜，张银行卡塞到我，放点醋，我犹豫了一个多月，但后来酱肉。钱给取了，这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啊，香菜鸡蛋，我姑娘说我搞得黑暗料理，烙的饺子皮，以后一定把我这个教训，吃起来的口感跟那个什么一样，跟那饼一样，啊，让他们别像我这样犯错误。这个是啊，不，昨天的那个酸菜鱼子汤，我们加了点香菜。对，然后几个前女友就被被杀了，就吓跑了呀，还能扎什么？被杀了呢！大工程给狗洗澡，我的个天儿！然后那个地上全部都是水，这现在是下午3:30，我们要去爬山。嗯。带一个小包包，装钥匙、装手机啥的，装了点给狗，装了点那个东西。哎呀，山上真舒服，
好哇塞呀、啊！准备放了他开跑，不要去搞别人啊，不要去别人，不要去搞别人啊，他今天还有点想扒一个老太太，吓死我了。过来，旁边，往这边走，过来，往这边走，往前走，下午怎么也这么多人，往这边走，你看你坏蛋吧你，虽然把他牵着，牵着算了，然后到草地上再去跑吧。不受控制，这家伙。有点大呀。一进来一小点儿，一小头。上次就是那。这旁边是个，铁路。老有火车从这里走。这是装煤的，槽车。对呀、啊。刚才碰到我们邻居也上山遛狗，但是呢，我们家狗跟那个小狗合不来。老在一起打，这个草丛里飞的这全是麻雀吧？麻雀也成了保护动物了。啊，这是灰喜鹊那个长尾巴，麻雀肉多好吃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吃过麻雀肉，上面那个是灰喜鹊。我们这灰喜鹊多，哎，看到没？长尾巴的是灰喜鹊。我们终于到草地上了。就在这边凑合跑吧。以前我们都是到对面这一块，但对面这块今天人好多，也有狗。这块小一点呢，但是小狗跑没问题了。跑起来，同学们，狗子们，我看，过去跑去，跑不动是吧？学校不要养吗？他研究生到时候。嗯。嗯。自己租房。对，有可能吧。嗯。